那么这个实验呢，是要说明，奥迪9100是测试手机本体所产生的电场，而外面所谓的高频的侦察仪呢，只是侦察到它进来的，频率讯号，它就说它是高频辐射。现在我们开始打电话进来。当电话进来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警报开始出来了。而这个颜色也会出来。首先，在我们把手机关掉，这个讯号终止。但是，这个讯号终止的时候呢，这两台在外面市场所买的，开始讯号会终止，那么它就会停止下来，那么这个颜色呢，就会开始把它暗下来。但是手机所产生的电场辐射呢，9100还继续的侦察得到。那么这个实验呢，基本上就是说明外面的这个所谓的高频辐射测试仪，只是测试到讯号，但是没有测试到手机本体所产生的电场辐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讯号已经没有了。那么慢慢的这个颜色呢？因为它的里面的芯呢开始去除的时候，它也开始会淡掉。